拿这个去垫三十抽哦。你们好会哦。这游戏我也是玩的开心就好，对，抽卡抽的开心我都好。哎、欸，其实我知道什么，我知道抽吗？现在几分？现在9:50了。各位，我们可以直接开抽了。我跟你们哈拉完了，其实我就是要抽了，干。OK， go go go。我觉得有点硬啦，哈哈哈哈，没有加倍的游戏，让我感受一下这游戏到底有多难。再盯一下，哦，瘦瘦瘦瘦，哦哦哦，等哎，哦，死给 ，nice nice， 好，马上开启 life field 劝局，这样子对不对？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，然后就一个下去就有了，啊、哦、啊、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玩。什么都没有呢？这游戏是不是哪里怪怪的？一等赏，三等赏，我先一等换出来就不用玩了哈。一等，三等，一等赏。啊！一三等赏多少了？多少了？多少了？78了，78了。AJ AJ， 乱入乱入，我觉得我是抽不到啦，我只能靠这一等赏了。好了，就靠你了，一等赏。啊啊！一等赏啊！二等赏，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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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好，再来再来再来。我抽不到，我只能靠换出来了。一等，三等，哎呀，可恶！再来，哎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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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没有彩啊，都没有彩，没关系，我们靠一等了，就这样子了。一三啊，完全没有彩啊！这游戏是不是没有彩？这游戏是不是只能换的？还是我玩错游戏了？好惨哦，这游戏，这真的有加倍吗？这真的有加倍吗？还是那个公主技真的加太多了？这才是真的游戏就对了。干你老师的！杰哥的灵牙，等一下，杰哥的灵牙，杰哥。杰哥在密我的那瞬间，你知道最欧的时候，杰哥再密我一下，快点，杰哥，你现在在线上吗？杰哥，赶快密我，今年靠杰哥了。欧气被他偷挖回去了。一二三，有一二，结束。哎呀，可恶，没关系，应该有了。1,2,4，哦，好硬哦，要145是不是？145是不是？还有21，-21。还剩下100，还剩下十抽，剩下十抽，好好，拼了拼了！21，怎么那么卑微啊？干，我怎么那么卑微啊？干！好卑微啊！这游戏不愧是复刻词。啊，好，56，-15，哎，负十五还-14，六减掉21，对，负十五。还要开专武，专武不是要多少？专武是50吗？
转五那好麻烦哦。我没有采光啊，我觉得我的游戏没有时装采光，对，我跟你们玩的游戏可能不一样。最近我真的很凉啦，我开直播抽的都很凉，我私下抽都还蛮不错的。一，啊，哎、欸，有了有了，哎、欸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哎、欸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啊，是是是是是是，毕业毕业毕业，一五一，好好好，直接换出来。我趁他还没有给我维修的时候，我先换出来，气死我了！我趁他还没维修，赶紧先换出来。人体炼成。哎，不错，这就是我要的人体炼成啊，舒服，台服真是不错。他要50个碎片哦，50个碎片哦，可是我不知道再来要几个碎片哎。这样子的话，再来怎么办啊？等一下，因为我现在不知道他还剩几个母珠子，直接换吗？我看一下。理论上应该是可以耶，看一下，他这个装备不是要到 level 7才能装备吗？嗯，等一下，哎，我有个疑问，等一下，假设像我的酒鬼是这个，那他装备的时候不是需要这个加这个吗？所以我用母珠子换50个碎片就可以直接装了。哦，我今天可以结束了嘛？剩下的80抽留着等下一次了嘛？对不对？真棒，真棒，真香！现在我有6个碎片，哎，各位新手这样子抽，我觉得算不错哎，运气不错。还是剩下的80抽去拼日和哦，太硬了吧？我刚才120抽都没有采光哎。我是很想要拼到750颗母珠石，然后先让四四花冲五，先让四四花冲五星。对啊，但我是觉得说应该要先留着，对对对，不要跟统计学过不去，真的不要跟统计学过不去。我觉得先存起来好了，而且我是新手，对我石头也很少，就算了，先这样子吧。不是，因为刚才你也看到了，120抽没有采光，我是觉得太硬了，我真是觉得太硬了。一五一练起来。他可以直接抽 R7 爽，哈哈。一加二十加二加二十加三乘以220哦哦。假设我今天再抽一个10连抽，然后出一个一星就好，我就50颗啦。我觉得我的数学不错哦。不是，我觉得我的数学还不错啊。对不对？是吧？等一下，好了，不要理我，没有膨胀了，超好笑。不是，如果等一下抽一抽，抽到出去青年游一干，我也尴尬。对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好，直接补出来了，算了算了，超好笑。3、4、12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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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按确定。好的，50颗，好，装下去。呜，装一个砖五要100万哦，这对新手来说我觉得还蛮吃的，而且是说这个砖五他妈也太强了吧。好，那么就有训练的朋友们感谢，然后呢以及观看的朋友们，我们就下次直播再见啦，啊，各位晚安啦。已经氪金了吗？没有，我是跟你说我是买礼包，你是咧买礼包买简单的这个手厨券，不能算是氪金好不好，这不能算是氪金好不好，不要乱讲话。没有氪金，没有氪金，没有氪金。下一次直播是星期三吗？对，没错，应该是星期三。这假日也没有活动要玩了，下星期三吧。对，下星期三，假日没有事情，一假日应该就做自己的事吧。对，各位，
下期见，拜拜。